我亦都提醒委員咧，就注意唔好用冒犯性或者侮辱性嘅言辭對官員或者議員。咁啊，我亦都跟住下一位就係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我相信大家都同事咧，都係據理直説嘅啫。即係大家今日都有咁強嘅情緒嘅反應咧，都係因為對應到你依家處理嘅態度同埋方法。大家知道咧，東北呢個發展嘅項目影響深遠，牽涉到咁多人嘅家園，牽涉到咁多人嘅財產，影響到咁多人嘅生活。點樣去處理咁錯綜複雜嘅好多嘅關係，亦都牽涉到好多背後有龐大利益嘅集團。我哋點樣去梳理清楚呢啲嘅關係？點能夠公平公正咁樣嚟到擺平呢啲咁嘅矛盾，同埋聽清楚社會上高啲分歧有咩最有效嘅方法嚟到解決？其實當然最基本嘅，喺早嗰兩次我哋問嘅問題都提過，其實我哋發展我哋嘅新市鎮係咪就係用翻舊嘅模式，一大塊咁樣就係好似嚇重新？做冇啊，將啲天水圍啊，或者係將軍澳咁樣一個新市鎮吸落去咧，咁樣有好多嘢，有幾多嘢我哋係可以保留得到嘅咧？能夠維護翻原本自然嘅面貌咧，其實好多嘢係需要新思維嘅，唔係話咧乜嘢都係蕭規曹隨，十幾二十年定咗嚟嘅嘢，今日只能夠行落去，唔係咁樣嘅。其實我好多嘢，是需要更加是冷静的呢，大家去到共議，大家去到互相理解，以及希望能够争取到有一个大家接受到的共赢方案。今天政府关上了门，什么都不看，一意孤行，大石砸死蟹，在这个会上，主席你更加呢，我觉得是没有原则地去到停止議員行使他憲制的權力，去到監察政府使用公帑，這個真是難以接受，亦都引起本會內外很多人極大的憤怒。所以今天我們一定是要支持何秀蘭議員這個動議，我們將這個動議押後，將今天這個議題押後，先處理其他的項目，將呢個重大嘅問題，大家冷靜落嚟，再坐低去到共議，為香港真係謀求到一個我哋覺得係一個更加各方面可以接受嘅處理方案，呢個先至係社會之福。